整个东台湾从台东到宜兰今天都泡在大雨当中，而且这场雨一时之间还不会停。气象局继续发布了豪雨特报，可能要到星期天雨势才有机会缓和下来。竖起告示牌，苏花公路又封路了，一整天只有三个时段开放通行，赶着回花莲的民众只好在路边空等。没办法，因为我之前不知道，事先不知道，就一定要过去就对了。当然，我住花莲了，我一定要回去。一整天宜兰的雨势都像这样忽大忽小，但雨连续下了快半个月，也让原本就在施工的苏澳到东澳路段情况是雪上加霜。现阶段在做的是下边坡路基加固的部分，还有上边坡切山改道的部分。那最近因为持续的豪大雨哦，那事实上也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的施工效率。不止路上交通受阻，连日豪雨让渔船也都不敢出海，全停靠在苏澳港边，因为雨势实在太惊人。光是17号凌晨到傍晚，台东长滨降雨已经超过300毫米，成功也逼近300，其次是花莲秀林及光复，宜兰南澳也有267毫米，全都超过大豪雨标准。星期六受到封面的影响哦，那么在北部跟东半部的下雨都还是会特别的明显哦，而且全台都还是有短暂雨的机会，那么大家出门还是要携带雨具。气象局表示，今年都已经11月了，南方热带扰动的情况还是很多，才有水汽不断从南面移入，造成降雨，确实是不太正常。预估到星期天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干冷的空气南移，雨势才会缓和。记者林正武、邱福才，宜兰台北综合报道。